你有摸过别人的吗？你后来还有碰过女生的身体吗？你呢？注意手型，往外。就不行干嘛？你们两个女生为什么这么晚还不回家？你们在外面做什么？不是一个意外，是我跟你太好了。你到底在联络部写了什么？如果我第一个喜欢的人不是你，我可能会更有信心。你也会找到一个你喜欢的人。江一鸣，你知道你有多自私吗？